4月8号，蒋劲夫在微博中宣布自己即将踏上留学之路，并表示期待已久的这一天终于来了。曾经幻想过无数次自己背着书包走在异国他乡的街道上，这一路付出了不少努力，要感谢助我实现这个梦想的人们。接下来要用新的身份去呼吸空气，大口吃饭，狠狠锻炼。据悉，蒋劲夫准备去日本留学。对于蒋劲夫选择出国留学沉淀自己，粉丝们表示：永远阳光正能量的夫仔，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吧。这样的你简直是在闪闪发光呀！网络新闻，祝福夫仔一切顺利。报道。